骨头移位变形案例。我曾经脱臼过，没有接好，现在还是变形的。在座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有啊，您是啊，哦，变形的是吧？好，您站出来好不好？我们来看看。我三岁已经坏了。啊，现在痛不痛？不痛。所以移位会不会痛？会。如果会痛，他从三岁就要痛到现在，你几岁了？七十。哇，要痛70多年，谁还能活得过来？